稣带你越过苦困寂寞，打开你心门，投靠在主爱里，脱离黑暗，进入永光里。CBN 一直竭力以最新媒介和全球华人家庭分享主爱，过往我们在电视播放星火飞腾、一击音乐和 OneCube， 现在我们用 7G 和认识神接触大众。今天我们有全新的 CBN 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请你立即上 cbn.hk 免费下载 CBN TV App， 和我们携手和人分享主爱，一网尽赏，全程分享。欢迎收看《星火飞腾》。提起深水埗，大家一定会想起黄金和鸭寮街，星期一到日都人头涌涌。根据区议会的报告，深水埗人口超过400,000，是其中一个香港人口最稠密的社区。劏房多，长者多，新来港人士多，偏偏人均收入低。我认识一位社工 Johnny，他在深水埗工作超过20年，街坊见惯见熟，大街小巷眯埋眼都识行。两年前，他和朋友在深水埗一个公园的凉亭开始集会，300日风雨不改，后来还吸引了很多街坊担凳仔下来一起坐。这个集会有什么这么吸引呢？我在深水埗就会想起劏房、黄色的事业、精神病患者、新来港人士，或者一些少数族裔、低下阶层的人居住为主。全港18区来讲，深水埗的老化程度都是数一数二的。我本身的老本行其实是做社工，我在深水埗从事长者服务，送饭、家居清洁、陪诊、满足基本需要。但是老人家去到晚年，仔女都离开了他身边，其实有一个很孤单的感觉。面对生老病死，成日都要进出医院的时候，都有时给他们很多彷徨和恐惧。所以如果有间教会可以帮助他们去想想、究竟我人生的终结是不是就这样一缕青烟嘅咧，会唔会仲有其他嘅盼望呢？吴子良 Johnny 好受深水埗嘅老友记欢迎，因为佢既系一位社工，成日接触佢哋，亦系基督教荣光堂嘅传道，一得闲就去公园识新朋友。阿叔你好啊，多唔多落嚟呢边做运动啊？都系住丽角村。我哋喺呢头附近教会啲传道人啊。我都系信教嘅。哦。边有咩教会？我基督教荣光堂。好啊，祝福你啊。好。有一次就喺课堂里边，牧师啱嗰晚生日，咁啊同学都准备咗一啲蛋糕庆祝。牧師就問大家有咩嘅願望，咁我就話牧師，我想開教會。我一聽到開方，我話即係我陪你一齊癲。深水埗好多長者喎，就算係一個麗閣村咧，都有成5,900多長者，多數都係獨居啊，或者啲仔女又冇咁多時間可以陪到佢，空間又少啊，咁啊其實好孤單、好孤獨嘅。咁我就話主啊，如果是服侍长者，我就来了。Johnny 咧系喺当中咧系提到开荒啊，呢、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嘅思考的题目。圣经里面咧系俾咗我一个嘅好好嘅一个启示。我不喜爱祭祀，我喜爱怜悯。怜悯不是挂在口里面，怜悯是要行动。当你有一个意念，其实一个人是不能够成事。有人都回应你对于自己是一个父母。Johnny 和水娇、郭昌是读神学的同学，2012年毕业就想一起建立教会。当时间、地点、人物都准备就绪，突然一盆冷水照头淋。定了2013年3月3日就第一次教会崇拜嘅，咁嗰阵时都想物色
即係區裏邊一啲嘅機構咧借一啲嘅地方，咁但係喺臨崇拜嘅前幾日咧就收到機構嘅婉拒，臨門一腳踏甩 Q， 冇地方冇瓦遮頭喎，但係相信神總有恩典，我心情都係沉一沉。既然我哋好肯定神係俾我哋呢度做一個起步點嗰陣時候，我哋就要想辦法。咁好多長者其實閒時都會喺涼亭啊，或者公園做下運動啊、閒坐。咁我哋就主要都會出去同佢哋接觸。咦，既然係咁，啊涼亭會唔會都可以係一個聚會嘅地方呢？第一日的涼亭崇拜大概有10人到啦，咁咧就一起都有做下運動啦，跟住又唱下福音曲啦，跟住又唱詩。同以往喺四埲牆咁大家坐定定係完全兩回事。用鼓樂歌頌神是永活全能，浩大救恩世上難尋。一唱詩歌嘅時候咧，隔離啊、左右啊、前後啊嗰啲嘅街坊咧，覺得你好新鮮啦。有些是特登走過來，你們在做什麼啊？我們說我們在唱詩歌，請你來一起坐，那他們又會坐。如果我們不在涼亭這裡，我們這班老友記我們可能接觸不到。耶穌人當年他都是養曠野養山頭，就已經宣講神的國度，那跟我們舞場的教會沒有分別。第一次我還記得我講到就是選取了撒瑪利亞婦人的故事。耶穌在中午的時候在井旁，就有一個撒瑪利亞人打水了。耶穌就說了，如果你知道和你拿水的是誰的時候，你就會有生命很大的改變。想帶給老友記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如果我們和耶穌結連拿到一個生命的活水，生命就有不同。一直都有翻開教會嘅，今日吳生話喺呢度開放嘅涼亭喎，咁我有瓦遮頭就得啦。有啲雀仔，即係我哋唱詩嗰時喺度和應啊，陪我哋一齊啊，即係好即係開心啊！梁姑娘啊熱心啦，即係驚我哋凍又俾啲嗰啲即係毛大毛巾咧，俾啲長者即係摟住下，即係好感受到主嘅恩典同埋人嘅慈愛。初初就冇乜人，係收尾就更要人。見到婆婆誒，成日喺度傾偈咁，我咪落去傾偈咯。我好開心。啊，教會啲人就嚟探訪我，我喺呢邊睇佢兩個仔，我真係開心咯。星期日都喺度，開心嘅。啲路記 OK 喎，喺個涼亭咁擔凳仔咁圍住坐，好專心，俾我哋好大嘅鼓舞。深水埗裏面其實都好多地標的，其中我身處的後面加頓咧，喺1938年已經在青山道現址裏面就提供服務啦。除了佢提供一啲嘅餅食之外，原來喺現址裏面咧都有間西餐廳嘅喎。如果人哋相約咧嚟深水埗，一講加頓咧，冇人不識噶啦。Johnny 好中意同長者傾偈，聽佢哋細數往事，而佢自己細細個就好早熟。當同學踢緊波嘅時候，佢已經喺度思考人生。中三嗰年曾經去問過一個老師，我哋其實嚟呢個世界有咩意義？我記得佢答得我都好妙，佢話我20多歲人都諗緊呢個問題，成日喺度諗啊，人生究竟為咩生存嘅呢？開始就去尋找一些答案，包括去聽一下佛學講座，了解哦，原來佛教就話啊生死輪迴嘅。咁我又諗，究竟邊個係主宰生死輪迴呢個問題呢？完成咗中學階段啦，咁就踏出社會工作，做青少年中心嘅福利員。咁之後咧就跟咗一位當時嘅同事即係翻教會。當時郭培理過嚟香港舉行大型報道會，講完話俾我哋聽咧，呢個世界只有一位神看顧住我哋，或者睇住我，叫我哋嘅生命更加豐富，更加有意義。我揾到啊，原來人生嘅價值，一個永恆嘅盼望。
深水埗的地标呢就一定是我后面的黄金商场了。我们有一次呢、去行区祈祷的时候呢，就发觉几条街里面都有一些霓虹的钢管，尤其在夜晚会开着。咁我哋都知道咧，呢啲都係嚟自一啲黃色事業。如果我哋可以透過福音同呢啲基層人士接觸，以至佢哋嘅認識耶穌嘅時候，對佢自己嘅生命咧會有好大改變。國昌星期日就同 Johnny、水嬌喺涼亭主持崇拜，三個人好有默契，但其實佢哋嘅性格南轅北轍。人同人之間一定是會有磨合的，就算是你幾老友都好啦，都有可能咧個觀點不同。國昌咧喺我同阿水嬌講到嘅時候咧，佢都會好留意，跟住咧話俾佢聽，你個引言裏邊咧講錯咗少少嘢，但係對於個內容咧，其實就冇偏離嘅。人哋去指正你或者提醒你，當然係唔好受嘅初初，但我又覺得要看別人比自己強。我咧比較急，講完之後要做嘅。佢哋即係喺時間上邊都可能冇咁多主日學啊，已經講咗好耐啦，都星期日都未開到咁樣嘅主學咧。咁我就即係心裏邊有啲敏感。Johnny 都係做嘢會比較上係快嘅人嚟嘅。如果三個一齊走埋去快嘅話咧，咁有啲嘢咧，喺思考嘅過程裏邊嚟講咧，就可能咧係會有偏差啦。總要有一個人咧，去慢翻落嚟，去諗一諗個事情，然後才能夠可以究竟上呢啲嘢係咪係唔係可行？國昌本身係通訊電力系統技術員，平日要翻工；水嬌係全職童工，幾乎每日都由天水圍出到嚟深水埗關心呢班老友記。我欣賞水嬌的部分就是她很關心老友記，花很多時間去探訪。在初期教會發展裏面，我們的經濟都很有限，她就是很拿好微薄的周居費。反過來想，如果她神學畢業去找一間教會做一個傳道，有固定的收入，又不用在涼亭度日曬雨淋，我覺得欣賞姊妹對神那種的付出。荣耀上帝啊，共唱哈利路亚！主的爱啊，仿似夜空朗月长挂。国昌每次聚会都会唱福音乐曲，福音乐曲对老人家嚟讲都是一个很吸引。咁我哋咧就推佢，话佢系凉亭歌王。我好欣赏阿 Johnny 工作以外嘅时间系做教会嘅事工，反观我自己付出就少。水嬌咧係喺禱告裏邊咧係對神嗰種嘅執著，我哋嘅靈光堂咧只能夠咧係咁堅固。有國昌嗰種他條咧，咁係其實係我需要學習嘅，即係唔好咁急。子良咧佢咧就好關心啲老人家，啲老人家咧就好中意佢。我哋三個同工接觸嘅或者所照顧嘅層面都唔同，彼此配搭係好重要。2014年1月，荣光堂卒之揾到有瓦遮头的地方聚会，凉亭崇拜由2013年3月开始，持续了10个月，经历过4季交替，炎夏寒冬，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有一次咧，真系落雨，嚟到之后，咦，已经有几个老友记都喺度，我就好感动咁样问佢哋：落雨，你哋都嚟嘅？他就答我，他说来什么不来啊，我怎么都要来的啦。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热的，有30多度，有些街坊跟我们说，他说你这么热你们都聚会，你是虐待着老人家。我们祈祷，主啊，我们真的实在太热了。神呢好听我们祈祷，吹些风过来的。我说主啊，我就愿意是这样去服侍，即无论怎样好天落雨，我哋都喺度。有一次咧，系啱啱咧系落紧毛毛雨，离远咧见到一个婆婆，半边咧个身咧曾经系中风过咧，系已经行动不便嘅。但系佢都仍然咧好坚持咧，系逐步咧系慢慢咧行过嚟。我即刻攞把遮，即刻走出去遮佢。佢嗰个坚持去敬拜上帝，我好大嘅感动，亦都好大嘅激励。同时间我哋都好感谢神，我哋所做嘅。
不是徒然的。有時颱風星期五六就集港，咁我哋都有時諗啊，咁聽日崇拜點咧？祈禱啦。好多次嘅經驗咧，都係打完風，第二日咧可能某地區會落雨落到冚冚聲，但係出到嚟咧又冇事嘅喎，就好似喺以色列人喺曠野裏邊有雲柱火柱同埋有瑪拿，仍然咧俾我哋好大嘅供應。依十個月裏邊咧，見證神好多恩典。深水埗的另外一個地標就是我身處的後面的鴨寮街，很多不同的套房和板間房，貧窮的問題裏面他們都是數一數二，正正他們更加需要福音，因為福音我們相信我們將他們的生命帶來更加豐盛。有一個老記就說啊，區裏面有個機構就出了一些單張，就歡迎就在他們許可的時間可以借場地。我們的理念呢都是目的是想多些照顧這裡深水埗區裏面的基層的市民，而吳先生他們就深水埗區裏面的長者，其實長者都是這個社區裏面的一部分，等公公婆婆每個禮拜有個地方有得可以不用日曬雨淋，又有冷氣。這個禮拜是怎樣？你沒什麼嘛？我哋差唔多多數都係十點前到啦，你九點幾就嚟啦，跟住又話乜你咁遲㗎？記唔記得啊？早晨啦，老闆，你今早過唔過嚟坐下？一、二、三，拍後枕，點天眉，拍拍額角，神志清。每個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十點鐘開始聚會啦，啲公公婆婆。九點半已經在門口等我們開門㗎啦，好開心㗎！他們每一次聚完會咧就去飲茶。我覺得吳生他們咧好有心，因為其實他們本身自己都有翻工嘅，咁而每一個禮拜日或者假期咧，佢哋都風雨不改咁樣去同班公公婆婆去做一個祈禱會。我哋覺得借地方俾佢哋好值得嘅。呀，叔食咗飯啦，係食咗啦。你自己一個住定同屋企人住啊？係一個人住啊。見你身體都好好啊，好 fit 下啦。誒，周身痛啦，周身痛，做多啲運動啦。你嚟教會啊？係啊，俾唔俾人入噶？俾你，我哋星期日十點半鐘聚會，你咪落嚟坐下咯。Hello， 你好啊，哇，你扮邊個啊？超人。超人啊？你哋平時都喺度落嚟公園度玩㗎？係啊。哦，縱使咧我哋都搬咗入去室內聚會啦，但係咧我哋每次行過咧都會咧同依度嘅街坊打下招呼啦，同佢傾下偈。他們都很開放，跟你閒話家常，讓我們更加認識這裡街坊的需要。榮光堂的名字就榮耀神的光輝，如果每一個在教會成長的人都能夠在生命驗證裏面去榮耀神的光輝，就最好不過了。如果沒有愛的話是服侍不到的，因為老人家會有些記憶力衰退，他無端端會罵你。咁我就祈禱啊，主啊，你俾我更多嘅愛。邊一個字係真正嘅老細？唔係我哋，唔係我哋嘅榮耀，係上帝嘅榮耀。面對侍奉裏邊咧，我哋總係有高山低谷嘅時候。有一句金句咧，成日都提醒我喺《腓立比書》第四章：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靠住神嘅恩典咧，喺侍奉我嘅路去勝過。記得有一首經典兒歌是這樣唱的，日之竹仔會二節彎，幾之竹一扎斷節攔，心堅志毅勇敢，團結方可有力量。這支歌是來自1956年的一套粵語殘片《家和萬事興》的主題曲，歌雖然舊，但是內容卻是歷久常新。Johnny、國昌和水嬌三個可以說明團結就是力量。三百日的涼亭聚會，由炎夏到寒冬，由涼風到大雨，如果只是一個人，我想很難撐得住。幸好他們三支竹綁在一起，就算風吹雨打都不容易折斷，堅持下去。其實當年耶穌吩咐門徒去傳福音都不是單打獨鬥，有一次他派了70個門徒，叫他们两个两个入城去传福音。耶稣升天以后，
又为保罗预备几个好的拍档，好像提摩太、路加等等，叫他们一起去传福音。耶稣知道个人的能力有限，他喜欢见到门徒一起同心同工。三个人一条心，Johnny 多谢耶稣给他有同路人，虽然性格各有不同，但是就可以互补不足。三个人同心将耶稣的爱带给街坊，祝福社区。如果你在现在的处境觉得孤单，好想有人一起面对生活和挑战，不如你试一下找耶稣帮你。请你跟我和耶稣谈几句。亲爱主耶稣，我承认我的人生都很孤单，我亦都冇乜知己朋友。我相信你愿意嚟到做我嘅朋友。我而家打开我嘅心，求你进入我内心里面做我嘅救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求你做我人生路上面嘅同行者，带领我行一条光明嘅路，一条有意义、有价值嘅路。多谢你爱我，主耶稣。Johnny 和国昌水娇合作舞间，在侍奉上面是好战友，同样我们都很想成为你生活上面的好战友。欢迎你用电话、短信等等各种方法和我们联络，我们会送给你《星火飞腾》第14辑的 DVD， 希望为你带来鼓励。同样你的留言都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好像早前有位观众在 WhatsApp 说，非常多谢你们 CBN， 我那份重担好像轻了很多，我会继续支持 CBN。 请你都成为星火有心人，为我们每一集的播放和为每一位观众来到祈祷，在你的 Facebook 和 WhatsApp 同亲友分享。你还可以用金钱去支持 CBN， 与星火同行，齐做有心人。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打开你心门，投靠在主内。